开之中，你最近快乐的出口，别怕寂寞，因为有我们在背后。假如以后我们全都各奔西东，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。王子骨龟合体勾回忆，黑糖经典，能够猜对几首 ？Hello， 完全 ，Hello，Sorry，Hello， 完全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。Hello， 玩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狗狗吴映洁。耶、yeah, ，两个人今天是在干嘛？两个人合体哇，我们今天来出席魔力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还不能宣传哦。王子鬼鬼合体为电玩代言，勾起不少粉丝回忆。王鱼特别和两位来场仗赌，要帮观众谋福利。如果小记者获胜，就能够得到王子鬼鬼的签名拍立得和代言周边；反之，则能够让两位宣传。第一关卡马上就要勾起黑糖经典回忆，王子鬼鬼能不能顺利通过前奏猜歌的考验呢？七彩棒棒糖，好。那么简单啊！没有，等一下还有，等一下会有你的，等一下会有你的，等一下会有你的，来来来来。不是你放棒棒糖，我怎么猜？你们两个是一对，你们两个是一对，所以你不用生气，同一对的。叫姐姐。爱的假动作，等等等等等，忘记了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女生，没有我是，女生，女生，对，女生属怀孕。第一句是我唱的，第一句是我唱的。第一句怎么唱？我是女生，然后不是漂亮的女生，太久忘记了，我整个忘了。好，下一个，好。三，哪里怕？四，好。对不起，干嘛跟我对不起啊？我真的才跟你，啊，那黑糖秀，黑糖秀，敞开心胸，你最新快乐的出口，别怕寂寞，因为有我们在背后。假如以后我们全都各奔西东，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是粉红高压电的吗？不是。哎，对呀，对了，粉红高压电，一二三，木头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走音，走音，你走音啊！我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到处表白，天就要黑了。啊，我准备。My name is Raju, Shake baby。你到底是有没有在场？你说哪一首？娜娜娜吗？对 ，Bonnie 哦，什么新歌？你在 cue 我哪一点呢？你连 Bonnie 都忘记了是不是 ？Bonnie， 就是你去年。喵喵喵 ，Bonnie 宝宝下辈子也要毛大的。好，有点什么感觉？好像很突然，很突然被 cue。对呀，你不情愿哎。好了，那第一关。看来第一关的前奏猜歌真的只是一块小蛋糕，竟然通通都答对。而接下来迎接第二关卡默契考验，更是让小记者被逼到差点录不下去啦。那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跟地点，谁知道啊？两个人认识到现在，现在吵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没吵过，我没吵过架。没有，我们真的没吵过。有，我们讲了，没吵过啊，一样吧。曾经一起说谁的坏话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好像没有。你可以出一题比较好一点的。好，一定觉得很沮丧。我们今天参加什么活动？谁两个人当中谁比较容易见色忘？好，我们就写嘛，我们就写。好硬气。好，我写完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是？我觉得都是吧。我写他，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写。对呀、啊。谁不见色忘友？你不见色忘友吗？请问一下。好啦。如果你今天跟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，你会不会抛弃你的朋友？会吗？因为朋友会一直在啊。好啦，下一题。怎么这么沮丧的访问呢、啊？你有没有遇到这种瞎逼 hold 不住的？对呀、啊。在。对。好，用两个字来形容彼此的友情，他会选哪两个字？一二三。什么？为什么是加油更简单啊？就是我们的加，我们友情不会很复杂。对，就是我们的友情就是加油。对。
真的啦，我们有进。简单，然后加油，可以吧？不错吧？好啊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对，他们观众应该很奇怪，这访问好奇怪啊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好，下一题。那我在问是邱胜翊最讨厌什么事情？我真心写讨厌，真心写讨厌吗？啊，真心的，他自己算不专业哦。对。为什么看我一下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看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我，因为你看他刚刚写不专业的时候，然后就看了我一眼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可能想说，这游戏为什么会这么不专业？怎么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平常不是这样子的。别诬陷我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你对自己的，你这个答案就是硬写出来的，这不好笑，谁想看？谁会喜欢不专业的人？当然喜欢专业的人啊！你但是那个多好笑。他弟帅，你是不是有在意这件事情？还好，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弟帅过吧？对，还好。他没有回答。好，你有没有厉害的一点的题目？最后一题了。没有啦，好了，换我现在问邱胜翊，然后吴映洁最讨厌什么事情？我也写，答案给我一下。往前翻。不专业，然后再看我一眼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现在想一个数字，从一到十。十当中要写出来的话，会写多少？关键题喽！如果哎，你可以把这范围缩小一点吗？一到二十，好不好？一到二十，好。这题如果对，就过关。干嘛反问很无聊？是不是？也不是无聊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在差点让小记者崩溃的同时，虽然见证了王子和鬼鬼真挚的友情，但问题实在回答的七零八落，还是得算婉瑜队得分。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将和王子鬼鬼来场心脏病，做最后的胜负定夺啦！来喽，谁先？我先。默数的要不要敢不敢？什么叫默数？就不能数出来的。那、啊、可是这样节目播出去就本干。不要啦！好。这也是个人，你懂不懂？你要玩默数回家玩啊！你怎么脾气感觉好像越来越大？你要玩你回家玩。这个小伙，我刚刚我在骂我，然后现在要骂他。他讲说默数这是一个 TV show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会。然后默数，你要不要我们试试看？真的很奇怪。好，不然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默数？好，先默数啊。默数好，谁先？你先。我要默数，我会忘记数干嘛？好，开始。讲。OK， 看来咱们的失控姐鬼鬼今天实在太强，这样赌真的不宜再这么继续走偏下去。大会紧急宣布双方平手，王子鬼鬼获得15秒宣传机会，也同样会送粉丝朋友礼物啦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玩《魔力宝贝 M》这个游戏，在6月25号就会上市，里面有非常好玩的角色，还有非常可爱的宠物。宠物，对，宠物。宠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王子的新戏，也可以支持鬼鬼暑假的新作品。对，虽然这样赌过程闹哄哄的，但王子和鬼鬼保持初心的再次合体，相信也勾起不少粉丝朋友的快乐回忆啦。环球娱乐摄影刘定强独家报道。